真的好香哦，而且真的超大碗，这会吃饱。这样子多少？好像39块。这么大餐酒超便宜。便宜。对啊。那我先来喽。你先吃牛肉，红烧牛肉。我觉得它的汤头是属于非常香的，因为它是红烧嘛，本身它的那个味道就比较重，而且你可以感受到它有牛肉的那种香味在里面。那面很好吃哎，比我们一般的面条更香 Q 有劲一点，感觉它的那个弹性系数非常非常的高，而且你看它这里面有那个严选丰富的青蒜，嗯，它加超多的，对，一般的面不会加这么多哎，真的超好吃。哎呦，你分丰年吃一点牛肉，还是这样，你们都在等你，我也是 stand by， 它的汤匙在包装超久，有个汤一定要给我。这样39块，我真的觉得超。这样39块，我真的觉得超级。这个汤头好爽哦，很爽哦，好好喝哦。是那种在外面一般的牛肉面用熬煮的那种浓厚的口感，嗯，类似像牛腩的肉汁。而且这个汤，如果你在宵夜的时候吃，会觉得很爽。或是你的工作一天好累，回去泡了，你吃到这一碗，你就幸福的感觉。面，面也很好吃，真的超 Q 的，嗯。那我来吃海鲜汤头啊，嗯，香辣海鲜汤面。它香辣味是够的，嗯，但是你会觉得它的那个海鲜汤头的味道超级浓，就是它是那种满满海鲜味的感觉。有一些我们煮那种海鲜汤底，你加了那种鱼骨头啊、虾壳那一种去熬出来的鲜味，会有人贝类的那个鲜味。它面条真的好好吃哦，好喜欢这个。因为通常如果海鲜汤，什么海鲜汤加辣，会不会有点像比如东阳贡？对对，它不是，是酸辣，不是，它是香辣，但是你又它的那个海鲜的鲜味又完全不会被盖掉。我很喜欢海鲜汤，嗯，对，它的鲜味很蛮明显的，超级好吃，对啊，而且你看一下，嗯，里面有这么大颗的高野豆腐，这么大颗的高野豆腐，真的假的？超大颗哎，吃泡面吃到这么大的真正的那种饲料，我也很开心哎，嗯。一般来说应该都是那个一开始来然后扁扁碎碎的，好爽，嗯，就是吸附了那个汤汁。而且它这样子还有一点豆香味，对，有，这豆腐好好吃哦，好好吃，这豆腐好吃哎，我们这集会不会太幸福？难怪一进门就闻到那么香味，真的。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算是经过我们三个认证，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，这是近期很不容错过的新品的感觉。好好吃哦，而且现在各大的这个便利超商都可以吃到，嗯，那以及网络上应该都可以买到。这个39块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，嗯，哦，这个超值得。对，买的时候又没有压力，你有点肚子饿想解个馋，或是像你讲宵夜的时候吃，超级推荐。我把它刻完，我也吃完，好好吃，想吃完，麻烦。时尚玩家多多联名一些产品，没事，时尚玩家有推荐什么的，真的都不会踩雷，大家都可以照着时尚玩家给的指标走。这两款的泡面都分享给你们了，没错。